What?围绕下半区靠一靠，哎，中路这里折腾了给机会，看一下阿拉夫斧子减速到之后，没或者一个技能有没有机会跟上呢？闪现减斧子这边还是在招闪，哇，控心这边看一下 X 这边往前冲，闪现平 A 有大招，应该啊，没破，扔到最后对，这开团手段还比较偏反手，哎，折腾了率先开团。缩一口之后被背回来，但是要偷了妖精大招回身，后续的话打野斩杀掉打野，这边还想追杀一个小段，小段这边有闪现的，哎，爆炸球果拉开一个距离，同时上单踢过来，圣枪哥也在照屁股，两边的话肯定都要打起来了，这波团战不可能轻易就给龙的，现在危机是有一定优势嘛，不可能放着他封龙，我去看要不要开保时捷过来了，一切的生命定到维鲁斯，是的，维鲁斯这边直接被秒了，过去保时开启一个大招， LG 这边必须往后撤，小东这边交一个闪现拉开距离，圣枪哥这边在自己的绝对领域里斩杀掉了一个大人头的雷克赛，但还是被卡利斯塔给收掉人，熊先处理一下河道蟹这边蓝区，先把这个蓝打掉，哎，两边中路已经打起来了，啊，说到单挑折腾到这边的话感觉打不过呀，状态不好了，而且鳄鱼这边也一身倒地，是哥的点名是危机最为头疼的一个点，看山哥这波是点谁，哎，但是被开了，山哥被开第一时间拉到了报纸，但自己的血量很残，开始拉开一个距离，山哥自己的话也很危险，有闪现交一个闪现拉开距离，后续小段的一个进场，但是队友跟不上啊，保持开始大招之后反杀了一个小段，那这条我们看这里危机想去开熊熊，这里的话有大招，一个大招拉开距离，自己的血量很危险，闪现过来，雷克赛交一个大招斩杀掉了一个熊熊，后续还想往前追，一拉差一身位啊，双斩杀的话也不是很怕被抢，并且对方也没有打野嘛，哎，这边想操作一下上来骚扰，但是继续可以打龙，哎哎，闪现想杀阿修罗，阿修罗交一个闪现反而危机，这边的一个中上很危险，鳄鱼交一个大招宝石落地之后，是要个点名点上之后，发现 Forge 这边也不是那么的危险，山哥这个位置的话有一点点尴尬，同时这里小段也被留下来，那小段这边临死前是换掉了 Forge， 后续 Maple 进场踩进来踩死了一个辅助，但后续自身很危险， X 进场之后没有斩杀掉了一个 Maple， 熊熊进场好像给了个减速之后还能再追一下吗，是的，有大招想去粘一剑避了个闪，后续 X 这边提到 CD 好 了，同时 Maple 这边二段 W 上来之后看有没有机会，好像跟不太上，绕到塔下那边还硬要去追，走位躲了，这波双 C 就在后面无压力去打一些输出，是经济也没有拉开多少，阿修罗这边的话自身没有闪现有点危险的呀，但这阿修罗感觉很难去走了呀，看要不要强上，阿修罗这里的话被暗暴给终结掉，这龙魂一旦是给到 V 手里，我觉得就是那种拉扯的打法区，对 LG 来说就是比较难去操作了。是，哎，闪现过来没有晕到，反而自己的位置比较尴尬吧。ADC 这里好像走不太掉了，阿修罗这边被中野切死了呀。小段的位置有点尴尬，在后面开了个金身。是的，那后续 LG 这边熊熊交一个闪现拉开距离，好像被大鳄鱼还是会被追死。正面圣枪哥这边一个顶三个，同时配合 Maple 击杀掉了 Apple， 和 Forge 这边。拖了一个小段的一个大招进场，神枪哥这边的一个作战能力很强，配合 Maple 又杀掉了一个 Forge， 同时小号这边没有闪现的情况下可能要被追死了，这里一技能躲一下还是往前追的，还想走位但是已经扭不掉了，总的来说就是这波其实宝石第一时间没有开到队友
最好的位置应该还就是不要强行去跟。这里的话又要再次打团战了，这条水龙拿下来就成功抓下来，同时 X 这边好像走不太掉了，山羊哥这边的话一狼头下来之后应该是要击杀掉了。正面来讲的话，山羊哥出来之后 LG 是要接团战的，现在 FY 在跳，但是输出环境不是特别的好，熊这边开启大招直接砍死了 FY， 同时正面输出危机这边没有了呀，金身的一个鳄鱼只能等死，那这样 RNG 团啊可以安全的拿下大龙了，还能打架了。看一下这波团战怎么开起来的，熊熊拿下这个封路之后 X 是被小段给背了回来，同时小段这边开的确实太好，背了回来之后直接背到山羊哥脸上，山羊哥一点 X 是直接宣判死刑的。这波其实说实话我个人还是觉得是这个铁男就在前面真吸引了太久的火力了，对，每一波都是个铁男吸引，这你就没办法，因为萨拉斯有威鲁斯大招之后确实得稳一手，中路还是找了一些突破口。哎，这边拉的阿布直接秒掉了，阿布往前跳的时候直接被一个爪子拉了，着急了呀，或者这边交一个大招那也只能让掉中路了，同时 LNG 这边是有点门牙的可能，有想法去点门牙，而且带爆破，现在好像一技能交过之后，那你这塔下怎么说，先开个大招再说，往时开一个大招，但是没有 ADC 怎么办呢，山哥这里的话交一个近身，自身的血量很血线很差，但是打招结束呢，游戏也要结束了呀。鳄鱼这里的话也是打退场，那这样 LNG 有机会一波的，同时这里的话小段卖手自己，那这样小航被拉死， LNG 这边直接一波拿下比赛。是的，我恭喜 LNG PO3 的第一局先下一城。